较抗性消臭。口水一堆，你说韩国应该不会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要摸手？对方大拇指什么鬼？为什么要？这是在卖什么？哦，他说他的指甲。碰到大拇指在干嘛了？太香了吧！我告诉你之后，涂了这个手手就会健康。碰到大拇指，为什么要特别？碰到大拇指在干嘛？什么鬼？买东西我要走，那就走啊！你闻起来都是香。